男，洪氏孝成，年43，以出熟洪氏豆腐闻名，408乡。女，刘氏春桃，年41，心灵熟巧，擅制竹鞭。时辰已到，升灯，灯彩两望，天津发财。各位乡亲，在今天上灯的喜庆日子里，我们为彭孝成、刘春桃举办一场婚礼，有请新人。二叔，彭孝成和刘春桃呢，相识在萝岗庙会。彭孝成，刘春桃。日头一出须对须，今日哥妹结夫妻，爱问阿妹一句话，是否愿意到春明呀？愿意。愿意。好，我宣布彭孝成、刘春桃正式结为夫妻。小心，难为你了。我倒觉着，你嫁给我，委屈你了。说什么呢？春桃，你放心，我老彭现在虽然穷，可我有做豆腐的手艺，408乡的都爱吃，好日子在后头。只可惜，我的身子骨不能给你生个一男半女。不是说好了不说这个吗？对不起。洗脚。孟二叔不是说了吗？咱们这个年纪也算是老伴儿了，老伴儿老伴儿，老来是伴儿，咱们就是作伴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去看看。我向镇长汇报一下，这个孩子需要妥善处置啊。要不先把孩子留在我们家。是二叔，孩子是孝成发现的，跟我们家也算是有缘，就先留我们家吧。收养孩子需要政策啊，要不然这样，先留你们家几天，我向镇里反映一下情况再说。行，那我就走了啊。慢点走啊。哎。Thank you.
小成，好，把刚泡的奶粉拿过来。哎，好，快点快点，我们饿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。哎，饿了是吧？啊，来来，你试试烫不烫？来来来来来，行。嗯，吃吧。啊，不哭不哭，吃吧啊。嗯，你看饿了。啊，吃了是吧？啊啊。哎，小成，你说，给他叫个什么名啊？哎，这石子挺好看，要不就叫彩石吧。彩石？啊。女孩子叫彩石不好吧？那叫什么呀？要不叫彩金？彩金怎么样？彩金，彭彩金，啊，这名字吉祥，就叫彭彩金吧。哦，我们有名字喽！有名字了，叫彭彩金。哟，漂亮！一会儿爸爸给你拿啊。你看，彩金玩的多好啊！我想过去。哎，好。哎，来，我帮你拿。你看那自己掉了的，自己要拿上了。彩金，彩金，妈妈呢？哎呦，让妈妈给拿啊。拿什么呢？怎么掉了呀？哎呦喂，来。彩金听话呀，爸爸给做好吃的。哎呦，要做豆腐，做豆腐。哎呦，你看他怎么老闹啊？哎，让妈妈看看啊。春堂，好消息啊！二叔，孩子的收养手续办下来了。真的？真的？丁飞，丁飞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二叔，这么说，这孩子就是我们名正言顺的女儿了。是你们的了。谢谢二叔，谢谢二叔。乡里乡亲的。不如谢啊！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！快走！你们快吃饭吧！哎，不了不了，改日来喝酒啊！那我送你吧。不了不了，那你慢走啊！彩金，彩金是我们的女儿了。是啊，彩金是我们的女儿。好险呢，要是再晚来半个小时的话就不好说了，现在还要留院观察。好，谢谢。跟爸爸学磨豆腐喽，使劲儿！彩金，哎，过来试试。好了，去吧。哎，他妈，哎，你把你结婚的大礼服改给彩金，不后悔啊？瞧你说的，我这把年纪啊，穿什么都一样。我们彩金是个姑娘，就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嗯。哎呦，这也太大了吧，都成袍子了。这你就不懂，孩子长得快，现在看着大，过两年就合身了。哎，爸妈，这衣服真漂亮，真漂亮。漂亮。我要新衣服了，我要新。我们彩金穿什么都漂亮。我要新衣服了，我要新衣服了。
别怕，进来。同学们，这位是咱们班的新生彭彩金同学，大家欢迎。彩金同学因为家里的特殊情况，比大家晚上一年学。我希望你们发挥团结友爱的精神，多多帮助他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，你们现在谁愿意和彩金同学做同桌的，请举手。我叫徐丽丽，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用。谢谢，我都有。这是什么 ？MP3， 听音乐用的。你们谁家来了？我呢？我呀。我妈来了。两个都喜欢。太可见彭彩金的爸了，吓死人！我还以为是他爷爷呢。你们说，会不会不是他亲爸？罗先虎，罗先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说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就不说。走。站住！哎，你看什么看？敢跟我比赛跑步吗？一看就是胆小鬼。比就比，谁怕你啊？好，好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们两个就来一场比赛，我做裁判，怎么样？比就比，走，走。预备。还没回来呀？啊，怎么还没回来呀？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今儿怎么回来晚了？在学校里面迎接比赛跑步。贪玩了呀？可别因为玩耽误学习啊！知道了，爸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哦，吃饭喽。饿不饿？饿。哎呦。彩金，爸爸考考你，25块4毛加上16块1毛等于多少啊？41块5毛。算得还挺快。爸爸还没算出来你就算出来了，真聪明。爸妈，我提一个要求，等咱家啥时候有钱了，也给我买一个 MP3。 什么？啥叫 MP3 啊？哎呀，你们连这个都不懂，就是用来听音乐的嘛。哦哦哦，行行，买买。先好好写作业。好。不听老太监，不告老爷子，茉莉茉莉的，同乐像花不开的花，天空。天气不好，把雨衣带着吧。哎，卖了豆腐，千万记住给彩金买个 MP3。
哎，记住了，你在家注意点啊，我走了啊。哎。啊。今天赶集人多，早点回来。啊，放心吧，没事，我走了啊。小朋友，叔叔告诉你啊，经过抢救，你爸爸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小周，你先照顾一下。好。大叔，咱们出去一下。爸，爸。孩子，别这样，你爸爸还在昏迷当中。爸。从观察的情况来看，他的脊椎神经受到了严重损伤，恢复起来会比较慢，很有可能要下成瘫痪。啊，他们家就来这么一个孩子吗？没有别的亲戚吗？还有一个半身不遂的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那先这样吧，啊，谢谢。爸，你醒了。海鲜来了。嗯。本来我想给你买个 MP3。这一摔也买不了了。爸，我不要。我只希望你快点好起来，好吗？爸，我给你倒水喝。爸不喝水。爸想接手。好。二叔，回来了。慢点。小程，小程。没事。二叔，实在是太麻烦你了。弟妹，以后有事就只管叫我啊。能帮的忙我一定帮，我不在就找我老婆，千万别客气啊！谢谢，要不是你，都不知道怎么回来。老婆，别这么说，金陵耗费半个家，彩金还小，弟妹的身子也不方便。你们愿意的话，就把我当成家里人吧。谢谢二叔。彩金呢？往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那天我要小心点就好了。不由人呐，大人怎么都好说，只是哭了孩子。睡吧。彩金呢？你先吃药吧，我去看看。哎，
彩金，彩金。彩金，彩金。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同学们，秋香老师去省城培训一个月，在这个期间，由我暂时担任你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课老师。我姓梁，叫梁若曦。现在我开始点名，认识一下大家。罗招娣到，邱海洋到，李珊珊到，杨九妹到，温胜美到，陈彩霞到，彭彩金。彭彩金同学没来吗？不清楚。他向谁请过假吗？好像没有。我看呢，应该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安静。报告。你就是彭彩金？是老师。你今天迟到了10分钟，知道吗？我错了，老师。你今天为什么迟到？说清楚。回去坐着吧，写份检查明天交给我。我看呢。安静，现在开始上课。彩金，你从来不迟到的，今天怎么了？一定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吧？彩金，有什么事你应该告诉老师的。我不想让大家都知道。我们俩是好朋友，你可以告诉我吧。不，没事，真的没事。彩金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助你的呀。你保证不告诉别人？我保证。干嘛？干嘛？这些活你都会干吗？不会，可以学嘛。对了，林丽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为什么？你需要大家的帮助啊。我不想让有些人认为我比他们差。干嘛？可是你这样很苦的呀。我知道，来，咱俩拉钩。那好吧，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跟我说喽。嗯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变了就是猪八戒。嗯，这个送给你。Thank you.
家伙神神秘秘的，搞什么鬼啊？就是啊。哟，你看你们家孩子真能干哈！是啊，彩金啊，这些你都是啥时候学会的？爸妈做饭的时候，我都在旁边看着，记在心里呢。彩金，嗯，还是爸爸来吧，你还得做作业呢。不，我能行。爸妈，以后家里做饭的事我全包了。看这孩子。你已经得半天了，彩金妈自己来吧。没事，我来吧。哎呦，这孩子！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到了到了。行，妈妈尝尝我的手艺。来，嗯，好吃吗？嗯，还行。怎么说话呢呀？还行，好吃，好吃。嗯，好吃。那你们就多吃点。嗯。嗯，行行行，你也吃。好。我们可真有福气，都吃上女儿做的菜了。嗯。你又干什么？彭彩金，你作文呢？我什么我？作文本怎么空的？我忘了。忘了？你无故迟到，现在连作业也不写，你还想不想上学了你？老师，徐玲丽，你有什么话说？我要撒尿。去，彭彩金，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。坐下。活该，谁让你不做作业？王小虎，又到。好好写作业。走了。好，慢走啊。弟妹，不便请。谢谢二叔，谢谢谢谢。二叔啊，拿着，买几盒烟。弟妹，你这就把我当外人了。拿着吧，要不然我这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乡里乡亲的，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你这院子收拾的蛮干净利索的嘛。这都是我们家彩金干的。大哥，你就别送了，好好养着吧。没事。二叔来了。来了。大哥大嫂，我先走了啊。辛苦你了，妹子。慢走啊。老常，好点吗？好是好点，可是干不了活。别急啊，别急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龙主任说呀，同意你在咱这围炉外边摆个豆腐摊子，到时候呢，你就不用挑担子到镇上去卖了。啊，那感情好，好。那太好了。哎，不过这卫生问题可不能含糊啊。那是，这个你放心。你放心吧，好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！别，你坐会儿吧，老庞，好好养病啊！走了，哎，谢谢您，二叔。慢走哦。
金，该睡觉了。知道了，写完就睡。彩金，听说你每天上学放学都在练长跑啊，怎么不服气我吗？罗小虎，你别欺负女生。你还我。可以，不过条件是你要跟我比一场，要是你赢我就还给你。那你要是输了可怎么办？随便你们。那你就给我磕头，叫我哥怎么样？一言为定，不许反悔。好，好，你做裁判，走。你慢慢喝，我先上学去了啊！哎，喝口水吧，来不及了。妹子，老是麻烦你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不过明天我来不了了。怎么了？因为明天只有我一个人值班，万一有病人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把针药留给你，你先打着试试。这我哪会呀？别着急，我先教你怎么打，练练就会了。这是一周的剂量，每天一针，打完了我再来配药。医生说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妈，人家医生说什么了？卫生院医生少，人家走不开。没事儿，医生说了，多练几次，就好了。爸，你别打了。不疼，就跟蚊子咬一下似的。
彩金。彩金，彩金。老婆，你好有福气啊！彩金家这个真有灵气。大姐，你说的对，咱彩金呐、啊，学什么像什么。哎，冯大哥啊，咱们彩金长大以后啊，要做医生，咱们这边的人啊，就都有福气了。是是是，大妈，彩金真不错啊，很乖啊。出去啊！哎，出去。往后谁有事招呼我们彩金啊。好。彩金，过来，是不是忘了一件什么事儿啊？这学期一共六次课外活动，预收费用是200元，你到现在还没交，都像你这样，老师怎么做呀？回去跟你爸妈好好说说，赶紧把钱交上。加上这个月镇上发的补助款，就这些了。剩多少？2000多点。要是省着点花，能对付半年。不够吧？还没加你的医药费呢。我想就停了吧。那怎么行啊？还有，彩金的课外活动费也没交。摔坏了身子，连豆腐都买不了了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我连累了你。最近变主编的老潘也不来，
这个，让二叔到城里的首饰店换些现钱吧。不行，这是你妈临死前留给你的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救急要紧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小程，啊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我想，要不别让彩金上学了。你说什么？也不全因为没钱。我是想，彩金那么小，又要读书又要忙家务，里里外外都是他。他的身体吃不消。再说，反正是女孩子，书读多了也没什么用。你说的什么话？忘了咱们是什么人了？什么人啊？咱们是客家人。客家人祖祖辈辈就认一个理儿：好好读书才能有出息。这道理我也懂。可眼下这光景实在是太紧了。我不管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读书。你小点声。行行行，算我没说。彩金，嗯，妈，哎，把课外活动费交了，拿着，好好学习，钱的事儿不用你管，拿着。谢谢爸，我先上学去了。回来了。哎呦，又背那么多柴呀！啊，慢点。今儿的作业多不多？还好。吃完饭啊，早点写作业啊。知道了。彩金。嗯。课外活动费交了吗？
饭煮了吗？没煮呢。那我现在煮。哎。卖鹰击鸡了，正宗客家鹰击鸡啊，40块钱一只了啊！卖鹰击鸡了，卖五指毛草。哎，小同学，我要上个厕所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好吗？卖五指毛草，阿姨。哎，小姑娘，给我来一只这个。你等一下，老板马上回来。哎，我还有事儿。啊，好。给我包好点啊。爹，怎么这么慢呢？真是一忙，这都搞错了，哎呀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小姑娘。好，谢谢啊。嗯。卖五指毛桃，叔叔你回来了。啊。刚你不在，我帮你卖了一只鸡，这是40块钱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还没吃饭吧？一定饿了，来，我买了一块面。你先吃吧，我一会儿再去买一份。啊，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卖五指毛桃，卖五指毛桃。小朋友，这个多少钱？五指毛桃15块钱一斤。好好，我钱要了，帮我包起来。好。彩金这两天都没有来学校吗？嗯，老师，这个礼拜都没来。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？老师，徐玲玲，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告诉老师，知道吗？可是我答应过彩金，谁也不能告诉的。那好吧，老师也不为难你。不过今天放学，你要带老师去彩金家，好不好？叔叔好。阿姨好。叔叔，彩金家是在那儿吗？在那。谢谢。彩金。
好。哎，好。秋香老师。是老师来了呀。阿姨好。哎，林丽。这是彩金的母亲。你好，你好，彩金爸爸，您这身体。啊，三个月前摔了一下就成这个样子了，怎么，彩金在学校犯错误了？没有没有，他一直很听话，我很喜欢他。彩金这孩子脾气倔，麻烦老师费心了。好。是，彩金这孩子命不好，摊上我们这样的父母，把孩子害苦了。彩金不在家吗？上学还没回来呢。是，他呀，放学要到山上拾些柴，回来的晚。可是彩金这两天都没来学校，林丽说，他这星期都没有来过。这不可能，他每天都照常出门了呀。是啊，每天他是按上学的时间走的。那他去哪儿了？是啊。彩金，我来帮你。秋香老师，你去什么地方了？孩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天天去上学，你居然旷课，逃学。彩金，过来，到老师这儿来，来，跟老师说，你这些天干什么去了？我是没去上学。为什么？我的课外活动费没交。你爸不是把钱给你了吗？这钱我不能用，这是咱家的生活费。用了它，爸的病怎么办？咱家的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不是说了吗？钱的事不用你操心。你们都病了，又不能干活，我不操心谁操心？老师，这钱够吗？这些钱哪来的？这是我自己挣的。你挣的？你怎么挣的？我卖药挣的。够了，足够了。彩金，明天就跟老师去学校，好吗？嗯。文章是作者的心声。常言道，意在笔先，文如泉涌。意思就是说，要写出好的文章，作者首先要具有真情实感。这是一位同学的作文，彭彩金的作文，题目是《我的爸爸妈妈》。彩金，你自己来念一下。那么，林丽同学，你帮他念一下。我的爸爸妈妈。怎么不念了？报告老师，下面没有了。你们笑什么笑？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彩金是没有写完这篇作文，可他没有时间写，除了上课，他有干不完的家务活，喂猪，割草，捡柴火，他要煮饭、熬药、洗碗、洗衣服。我们有爸爸妈妈的照顾，可他呢，却要照顾生病的爸爸妈妈。课间还要跑回家，给爸爸妈妈端屎端尿。你们中，还有些人笑话他，嫌他穷。可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全班只有彩金一个人，他的课外活动费是靠自己挣来的。林丽同学说的没有错，这就是我们的彩金。他虽然没有完成作文，可是他却用实际行动
交了一篇最好的文章。老师，我想帮助彭彩金。好啊。老师，我也要帮助彭彩金同学，我会砍柴火。老师，我会喂猪洗衣服。老师，我也会做家务。老师，我家住在卫生院隔壁，以后我要去帮彩金抓药。感觉怎么样啊？这脊梁骨啊，一阵一阵的发麻，还有这两条腿越来越沉了。哦，这样啊，在家要好好休息啊。哎，这化验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啊？三天后吧。化验结果一出来，我马上通知你。麻烦你了，妹子。不用客气，大哥、大嫂，彩金，我走了啊。阿姨，再见。再见。彭爸爸，彭妈妈，同学们听了您家的事非常感动，所以呢决定帮彩金干活，一起照顾你们。这也这不好吧？没事儿。还有，这是孩子们凑钱给您买的新拐杖，您收下吧。哎呦，这更使不得。收下吧，是不是孩子们？是。谢谢孩子们。不客气，真的不客气。同学们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，干活了，干活了。彩金，你看这袋洗衣粉送给你，听我妈说这洗衣粉的去污力特别强。这个不能要，你收下吧。谢谢你。写东西呢。来了来了。别再哭了，别擦眼泪。啊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，一会儿就来啊，乖。你在写什么嘛？连孩子不管。我在写彩金的事情，我要给报社写份材料，让全社会都帮助彩金。哦，我听说了，彩金这孩子太不容易了。那是，我们宝宝以后要是有彩金的十分之一，我就满足了。好了，你坐进些吧，孩子你不用管了。来，好好养着吧，啊。哎，谢谢啊。阿叔，老冯的病怎么样？神经损坏，肌肉在萎缩，还有水肿。啊，那很可能要高位截瘫的。啊！
有信心，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这袋子呀，哎呦，过去背你，现在拉你爸，还真有用。来啊！哎，来，爸爸忍着点啊！二三，等一下，爸爸忍着点啊！来，好，放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，来，一二三，放。干嘛呢？老半天在楼上找钱，不是刚给过你钱吗？我们班啊有个女同学，她父母都瘫了，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可她硬是一个人扛着，谁也不让告诉。是吗？她是谁呀？彭彩金，秋香老师还在班里发起捐助她的活动呢。那妈给你钱就是了啊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我在楼上钟表的那个抽屉里找到了一个链子。谁让你乱动我的东西了？下次不动，那个链子跟彭彩金手上戴着的一模一样。你说什么？钟表里的链子跟彭彩金手上戴着的一模一样啊。大姐，你找谁呀？大姐，请问你找谁呀？你好，请问彭彩金在这儿住吗？哦，是的，彩金在这边，在这边这屋呢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不客气了。
谁呀？进来吧。你找谁呀？这儿是彭彩金的家吗？是。你们是他的父母？对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你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造了孽，我是罪人，我对不住你们。我是彩金的母亲，亲生母亲啊！什么？是彩金的亲生母亲。你们看，这是当年我给他裁的衣裳，剩下的布料做了个襁褓。还有这个链子，彩金受伤的跟这个一模一样。是我亲手给他戴上。彩金啊，她是我的女儿啊！彩金，彩金是你的女儿，赵我心，你打算怎么样？竟是我的女儿，我想来告诉你们一声。你想把她接回去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你现在说你是她的母亲，亲生母亲，你当初干什么去了？大冬天，你把几个月大的孩子扔在祠堂里？你是亲娘，你怎么那么狠心？现在孩子长大了，你的日子也好过了，所以你反悔了，你想赎罪，你想把他接回去。我告诉你，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。你听着，彩金是我们的，是我们亲生的，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把他夺走。我走，你走。走吧，走吧。
彩金要放学了，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不反悔。不反悔。高兴点，别让孩子看出来。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，爸妈就是觉着你这些日子辛苦了，想犒劳犒劳你。陆老爸，嗯，来，快吃。好。好吃吧？嗯。爸妈，你们也吃。哎。你知道这个地址在哪里吗？哦，你往里面走一点就到了啊。啊，谢谢。阿姨。哎。阿姨，你知道这个地址在哪里吗？这个，就在这里。好，谢谢。不用谢。是我家。你家离学校这么远，怎么会来学校上学？我妈说呀，这个学校好，所以就把我送那儿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来我家干嘛呀？我爸爸说，把这封信按照这个地址和这个包
送到这儿来。乔虎，谁呀？我们班的彭彩金，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同学呀。彩金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姨好，我爸爸说把这封信和这个包送给一个叫杨云妹的。我是。妈，妈，妈，彩金，快快进屋，进屋里坐。阿姨，什么事呀？我的孩子，啊，你知道你爸妈让你送什么东西来吗？我的孩子，妈。杨玉梅，请你告诉彩金，你才是彩金的亲生母亲。彩金，你妈妈当年扔下你，一定有她的苦衷。孩子啊，天下的母亲，哪个不疼爱自己的孩子？我的好女儿，爸爸妈妈现在都成了废人，不能再连累你了。你就和你的亲妈好好的一起过日子，你想着。你看见我爸妈了吗？没有，没看到。彩金，别着急，我们再找找。这样啊，你别着急，好好想想他们会去什么地方。二勋来了，春春老师，你们都在这儿。二爷爷，你知道我爸妈去哪儿了吗？二爷爷，你告诉我。彩金，你别急啊，你爸妈不会出事的。二叔，你知道彩金父母到底去哪儿了吗？二爷爷，你告诉我。这位大叔，你要是知道，你就告诉孩子吧。二爷爷，孩子，你爸妈为了你，让我们把他送到了山上。上山。哦，是这样的，这是大家的主意，过几天我们把他们接下来。我不要，我真的想见到我爸妈。彩金，别急，现在。我就陪你去山上，把你爸妈接回来，好吗？放心，我们也陪你去，我也陪你去，妹妹，下山一起去，走。彩金永远都不要离开你们，妈。
乡亲们，秋香老师将彩金家的事儿向媒体反映后，梅州电视台、梅州日报和海外媒体报道后呢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今天对乡亲们和同学们的善举，我代彩金一家谢谢大家了。梁老师，咱们开始吧，我第一个来。哎，好。同学们，谢谢。快过来。谢谢。慢点，别急。大家不要急，谢谢谢谢。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来来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谢谢乡亲们。老师，这是我的压岁钱。哎，好孩子。哎，老村长，来来来，大家让让让让。老村长，你身体不方便，你也来了。来，大家让让让让啊。来，我来。乡亲们，麻烦让一下。秋香老师。叔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熊先生。哦，哎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请。请。乡亲们，这位呢是从咱们村出去的华侨熊德龙先生，他听到彩金的事，特地从印尼赶来，表示要支持彩金一家。乡亲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海外的客家乡亲知道了彩金的事，我们感到非常的感动。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跟我们乡亲们的心是相连的，我们的情是相通的，所以呢，我代表美国印尼的客家乡亲来表达一下心意。真可怜。